你到底怎么进来的？不是啊，这里怎么看也像废墟吧？监测来了啦，他们要怎么帮你的？怎么进去的？你要怎么出来？你怎么进去的？好，你在那里等一下好不好？你到底怎么进来的？不是啊，这里怎么看也像废墟吧？是要找哪一间啊？就是这边好像有饭店。我就是来出差的，然后想说因为太累了，想要就是休息一下。不过以后看基本上像这样的你就不要再进去了。那我要搭高铁回去，我就想说就是带高铁。哦，那我直接载你到火车站啊，我们那个派出所刚好在火车站旁边。